飞哥 Q 毛全他热，小燕姐忍气喘，泼两桶冰。哎，跟 YouTube 美真的不一样，真的很冷哦。哇塞，老大哥张飞捐钱又失身呢，让更多演艺圈前辈跟进。是的啊，让吴先生的血压都难飙我。连小燕姐都冒气喘风险来挑战哦！三、二、一，来啦！我要为陈叔叔再加一排，也是为了见到人。陈叔叔加油！冰桶挑战帮助渐冻人募款，这股热潮依旧在全球名人圈发酵。冷冰水九星期，预备好啊！做善事，一通邊教啊？咁就差唔多。人脉，哈哈水的是故意报仇吧？报道。